第二个问题，在日常生活工作应随时念佛，如果所做工作是用心用心思的如知识分子在工作应如何对待，这个很简单，工作时候把佛号放下这是你要用思考的，不用思考的没有问题，一面工作一面可以念佛或者可以听佛号但是是用思考的那绝对不行，决定要专心工作，工作完了之后把工作放下，佛号提起来，这样就行了就正确了。